S1 解散后，团员们各自 solo 或以团体重新出发，让粉丝们等最久的宫胁孝良和金彩媛终于是即将正式出道。和 HYBE 旗下的 Source Music 签约后，日前开始释出预告照片和影片。不过除了其中一名成员深陷霸凌和性争议的黑历史，让网友对此团形象感到担忧之外，小樱花在预告中的各种模样也是让粉丝们有点怀疑双眼。从一开始释出的照片中，就有许多人发现小樱花的鼻子整个变尖变高超多，本来还可以用只是照片打光角度问题说服，但之后公司又释出了成员们一同帮他庆生的影片，侧面的轮廓让网友看了都相当吃惊。而且原本他的脸就已经够小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整张脸完全只看得到鼻子，许多粉丝更是崩溃，根本就是整坏掉，认为原本的他清秀又仙气满满，现在变成流水线网红脸，真的难以接受，几乎把原本的小樱花还来啊。